本如每日安眠，大家好，我是重庆文旅委主任冉华章，欢迎来到重庆。这里不仅有神奇魔幻的大都市，还有秀美如画的乡村风光。你可以到潼南油菜花海、南川大观生态园、中县中华柑橘城体验田园美景和地道美食，可以观看川剧、铜梁龙舞、秀山花灯等非遗表演，还可以亲手制作一份良品木板年画《夏布和永昌桃》。我们希望与法国有更密切的文旅交流。去年我们开展了巴黎重庆之窗品牌活动，今年还准备设立重庆之窗中国图书角，相信最美相遇这个活动会将重庆与法国联系得更加紧密。 We will love you, bienvenue à Chongqing.